咋了？这牛皮腰500块能好吃吗？这可是好东西，能穿能吃还能吹呢。哼，我看你就在吹牛。臭小子，老了今天让你扩展一下知识面。咋了？这要是能好吃，皮也都能拿来煮。你小子做好了，你可别馋。姥姥下次还给你们做。